大家好，我是苏菲亚。十二月是风水轮流转的月份，因为代表幸运的木星将会在三日进入摩羯座，接下来幸运的族群将会换金牛、处女跟摩羯座朋友啦，恭喜你们！你们在这个月的月底会感受到非常大的不一样的气象，同时桃花也是很旺的。而巨蟹、天蝎以及双鱼座朋友在这个月可以搭上朋友跟潮流的顺风车，你们的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旺哦。牡羊、狮子跟射手座朋友在这个月里面呢，你会需要一点时间来思考未来的长期计划，当然你们工作运还是不错的。最后双子、天秤以及水瓶座朋友在这个月里不妨多花时间陪伴你的家人、好朋友或者是另外一半，这对你的未来会很有帮助。想知道更多的星座运势吗？欢迎持续关注 LTV。